你跟我说吧，我去负责任。谁是林子瑜？站出来，敢做就敢当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好，我是林子瑜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老婆的高架飞机时差没倒过来，她脑子可能有些乱。你脑子才有问题呢！我这人还在德国呢，绯闻就已经传过来了。郑琦，你要是有别人了，你就直说，你知不知道追我的人能把你家踏平了？你竟然还在外面胡搞！你瞎说什么呢？你还不承认是吧？我给你看，我这微信里早就有人跟我通风报信了，说你跟这个林子瑜早就同居了。 你先别激动啊，郑琦什么人我知道，你这样我看看谁造的谣。左琳，你哪只眼睛看见郑琦和林子瑜同居了？我听他说的，是他说的，我听他说的。我听他说的。那天我看到郑琦和林子瑜在试婚纱，谁知道就传成这样了。子瑜，真对不起，阿姨也不是故意的，他们都那么说。子瑜，到我这儿就不应该继续再往下传了，都怪我嘴快。我没事儿，月英姐，你们去忙吧。对不起啊，这事儿是我错了。樊总，你是不是跟我有仇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我是太在意你。你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，不知人间疾苦的天之骄子，永远只顾自己痛快，从来不顾别人的感受。你是不是觉得太阳都是围着你转的？ 上次奚梦瑶的事儿，这次吴中生有的事儿，每次都是这样，打个巴掌给个甜枣，打个巴掌给个甜枣，你有没有把我当做跟你同等的人在对待啊？像你这样的人，再优秀我都不会有一点点羡慕。我真的是太蠢了，我还觉得说不定有什么隐情呢。在我知道你为了上位不惜牺牲掉自己师傅的时候，我就该离你远一点。 我错了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惨绝人寰，一言难尽。哎。
又在一起了，好久不见大家。你们想说什么就说，做这个样子给谁看？你这玩的是哪出啊？我有点晕。你这究竟使什么招，设什么套，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们，不好知道怎么配合。和好了，我正式告诉你们，我和葛一涵和好了。你们应该替我高兴啊，我以后不会再折腾了。梁洋，你也跟他们两个一起来气我？不是，就你俩在一起吧，高兴的时候没多少，打架吵架倒是一应俱全。而且上次你还放大话说让葛一涵去死才原谅他，所以我们就想的，你们这次又玩哪出，对吧？啊，胜利，你不会是想趁我们都在，索性把他骗过来，然后，咔嚓？哎，我说你们这群感情不顺的人，想法怎么这么硬啊？我知道，因为以前的事，大家一定对我有成见。你们对轩丽来说非常重要，我也一直把你们当最可靠的朋友。这次不想掩掩盖盖，也不想尝试在一起，不适合再分开。我跟轩丽真的不能没有彼此，以后无论再遇到什么事，我都不想再放开她的手。呵呵。我想得挺开啊。训练给了我好多苦头吃，但是一想到跟失去他的痛苦比，我宁愿真的死一次，也好过看着他离开。我们大家比谁都希望轩逸能够得到幸福。既然你们决定在一起，那我就衷心的祝你们幸福。谢谢淑珍。但如果你敢再对不起绚丽，我一定不会放过。所以觉悟吧，这一次我们可不像以前是个穷学生，什么都做不了啊。这次你要想全身而退，可得好好掂量掂。好了，再对不起绚丽，我第一个放不过自己。来，去。我怀孕了。什么？葛一涵。肚子就乱说话，我认识你吗？我只是想说，能不能别抽烟而已。还是去医院吧，流了这么多血，疼不疼啊？只要你对我有信心，流再多血我都不怕。这么多年，他们三个总说我脾气臭、上劲儿快，还让我反思，说当年你离开我也有我自己的原因，我一直不接受，也不承认。但是现在不承认也不行。不是你的错，怪我。对不起，葛一涵。都是我太没有安全感。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不是从前的葛一涵，你也不是过去的季绚丽。你要对我有信心，我会给你足够的安全感。
算我输了。什么锅什么盖，不作的，季轩你也不要了。这些只会看我笑话的损友，爱情吗？哪里有那么多道理、啊？